战争摧毁一切，生灵涂炭。2014又遇甲午，曾经被战火蹂躏的土地再次重生，中国和平崛起，中日关系再次成为国际焦点。回首历史，远瞻未来，中日又遇甲午年。听晚10点，本港台同你全程投入，悉力以赴，为每一刻作最佳冲刺。力保健，冲刺每一刻。滅癌救人的工作艰辛而漫长，你的一分捐献将增添无限爱心能量，加速滅癌依然成果。跟住是由泰山之友舞蹈团表演《报母恩宏大爱》。由我哋亚洲电视 ATV 第二届亚洲星光大道嘅冠军彭婉扬，佢亦都以希望咧，就系用歌声咧嚟对我哋嘅癌病嘅病患者咧，系同埋我哋嘅康复者嚟打气嘅。就咁啦，大家俾啲掌声，彭婉扬先生，嚟听。第一初吻了，永远在背后。从事啰嗦，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，太内疚。曾记起温馨的一对手，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。决心撑开心中挣扎，婚姻中可报答。春风化雨，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，无怨地送赠。放弃，没法解释，怎可抱尽亲人？爱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。多谢你的手俾我吧 ，Thank you。对手带出温暖，永远在背后。纵使啰嗦，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，太内疚。曾记起温馨的一对手，始终给我照顾，未变样。理想今天终于等到，放开心扉，但做到。春风化雨，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，无言地送赠。没法解释，怎可抱尽亲人？爱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。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善友平先生，欢迎晒。